我就跟大家讲说，我从来没有要争夺红毯第一美，可是每次都不小心就一直被那些那个服装评论是说，哦，今年就是小 S 最时尚，因为今年真的我没有想要就是搔首弄姿，我想要走就是隐隐约约的时代尖端的服饰。里面只穿了就是胎衣，就是跟没穿是一样的。刚桃子姐说你可能是家里剪刀太多了，所以动很多。Come on， 这是 Valentino 的秀上服，亚太区只有我第一个人穿到，而且我相信亚太区其他女明星应该也很难撑起这套服装。那边穿这鞋子是会很紧张吗？稍微跌倒？会稍微跌倒吗？穿这鞋子？对。完美诠释这套服装，就必须要搭配这么高的高跟鞋。可是真的很怕，刚才在红毯的时候抛开，然后被大家拍到的全部都是抛开的照片，就不好了。那目前身体状况还好吗？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。那今天姐夫没有跟你来，因为大家都很期待。姐夫因为他昨天已经表演过了，我想就是他的风头就差不多留在昨天就好了，今天风头就留给我就好了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优惠，我们中天的网友哦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，购买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，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。